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上阿弥陀佛。好，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哈。今天念一段那个法王的开示哈。学习啊，学习什么好处哈？听闻和学习是驱散烦恼黑暗之灯啊，是小偷无法带走的无上财富。我们说世间财富啊，有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被消失或剥夺，或者说，但是法财不会啊，法财不会，是击溃迷惑之敌的武器。当我们迷惑啊，哦，困顿啊，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学习就是一个啊击溃迷惑之敌的武器，是最好的朋友。有时候朋友会变呢，啊，那学习啊，学习这样的法这个教授哈，就像朋友一样，他给我们很多指导。那他是最好的朋友，给予亲验的教导，传授修行的技巧，在你急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弃不离。好，那世间就是父母亲啊，对我们不弃不离的就父母亲嘛。但是他仅能在衣食上面啊，或者这外在这部分来帮忙，但是没有办法在内心哈，真正让我们能够这个安抚，那法才可以。它是抚慰悲伤之病的良药，啊，是击溃深重罪行之部队的无上军团。这我们的烦恼敌人啊，透过法，听闻佛法，它可以调伏。它是最佳的声誉、荣耀和保障。好，这是法王达赖喇嘛开始的，自己深深感觉了。外在的事物一直在变，但是不断的学习，啊，跟佛菩萨越来越靠近，啊，跟正法越来越靠近，这蛮重要的。那我们上次谈到这个菩提心哈。菩提心，前面讲的蛮多的这个什么，菩提心的利益，啊，菩提心利益，发菩提心的利益。那发菩提心利益哈，在那个在哪里呢？在《华严经》，《华严经》有提到哈，《华严经》，我可以念一些给大家听。啊，《华严经》里面法界品哈。菩提心的功德哈，他也讲了蛮多的，我们讲蛮多的。犹如种子，菩提心犹如种子，能生一切诸佛法，啊，犹如良田，啊，能长众生白净法故。有时候我们学习佛法，可能就是学到一些知分啊、修定啊，哈，或者说出离心啊，或者说什么的。那菩提心，如果真的以菩提心懂的话，那一切佛法都可以开显出来啊！你会通达一切，啊，一切法，啊，通达一切法，能张扬一切法。佛要告诉我们，无非就是这个：犹如大地，啊，能持一切诸世间故；犹如净水，能洗一切烦恼垢故。有时候烦恼调不下来哈，那菩提心是最好的调伏烦恼的一个方法啊。那它比任何好任何的那个对治都还要
有用。那那个就像你突然云雾中看到一条大道一样啊，往后看啊，就觉得以前好像是怎么讲，不堪回首啊，这才是唯一的大道啊。那个时候整个心态啊、格局啊、人生就不一样了哈，就不一样了，有责任，身上有责任。然后师长啊，师长以前教授的这些哈，他为什么讲这样，为什么讲那样，有时候搞不太懂。那突然有一天懂了啊，就是因为我们稍稍了解菩提心啊，这是我们要的东西。那一切佛法无非就是讲这个东西，好，就讲这个东西。那你学不会，你就要好好的这个不断的跟着三智识同行哈，不断的切磋啊，最后才能够通达啊。要以这个为目标哈，以这个目标，不要单独在某一个法门哈，就每一个法门，它的目的是为了发菩提心啊。你可以从《的法华经》啊，其他经典会知道。无非就是发菩提心的方便啊！你现在还不懂哦，你现在求一个安静，求一个什么什么，那只是一个方便啊！就佛带我们，他给我们一个啊暂时止息的一个方法。好，你就在那个地方，哎呀，很清静哈。那清静之后呢，就要起来，好，这个承担一切众生，或者说。这个发起这个无上菩提心哈，这件事情，它无非是往这边走，无非是往这边哈，这个做一个引导，哈，也许大家还不懂啊，所以学佛这个一个大纲哈，大纲式的学习很重要，就是我的目标是什么，确定之后，不要停在某一个地方，啊，比如说你停念力啊，念佛啊。念佛去净土，为什么要去净土啊？经典上跟你讲，为了要发菩提心呢、啊，为了完成圆满菩提道啊，啊，那你说去那边避苦啊，是那个都不是主要的，啊，不是主要的。那前面就跟大家讲，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你爱自己，啊，菩提心是爱别人嘛。所有好处从菩提心会得到啊，爱自己哈，一切痛苦的根源啊。那前面要讲说这个过患呐、啊、好处啊，你才会想要发菩提心嘛，否则谁也不想发菩提心呢啊。那前面讲了蛮多这个这些好处跟坏处哈，最重要说我们要把目标放在这个菩提心上面啊，然后再来。这菩提心的利益啊，哈，那菩提心利益，菩提心的进取因就是前面有一个大悲心哈，大悲心，这个之前跟他讲过了哈，不能众生在轮回里面受苦嘛，升起大悲，啊，接着找方法哦，原来成佛，好才能够帮忙一切治他哈，帮忙治他一切众生哈，这个从轮回中脱离这个轮回的苦哈。那知母哈，像菩提心有两个教授了，有两个教授，那叫一个叫清果，啊，清果，有啊，这个给大家看到了，就这个清果，有两个教授，汉传这边有没有提，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在藏传这边，啊，他把他的这些怎么修哈，怎么修的方法都完整的交代哈，七因果跟智他换。那七因果顾名思义有七个啊，哦，七个智他换，换什么呢？啊，有两个，为什么有两个？啊，那七因果教授是来自那个阿底峡尊者，不是，对，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就是这个最早哈，最早去。从印度被请到西藏去，那个时候，
它是印度的顶严哈，就是就像一个法王一样哈，他拥有各宗各派的钥匙哈，所以通常那个时候能够去开那个寺庙的大门，那个钥匙是交给最重要的人的哈，他就拿他又拥有十几把哈，是这样的一个。他是一切教授的一个传承的持有啊，是很重要的一个在那个印度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法王级的一个师长。那个时候那个西藏国王啊，想要请他来啊，还要偷偷的请啊。因为他们会生气，你把人请走了，就那个法就衰退了嘛，啊，他不让你请的，啊，不让你连人都不让你碰，所以就偷偷摸摸去，然后告知说藏人对他的需求，这个信心啊、需求啊，花了多少钱啊，那这个路上那些这个水土不服的死掉多少人啊，哦，种种。然后甚至国王啊，国王也牺牲生命了哈。国王那时候国王被那个盗匪哈绑架，说要赎金，赎金就是什么要一个跟头一样，那个跟头一样大小的金子哈，差不多跟头，那不给，因为这个钱是要供养这个阿底峡尊者，啊，所以国王说不要给，他是自己牺牲掉了。啊，这个仁波切后来转世到西藏，啊，西藏，我刚好去印度学习的时候就碰到这个转世的，啊，小仁波切，哎，就很巧，啊，他后来转世成那个中国八大师的妈妈，哈，妈妈，所以阿底峡尊者拥有这两个啊，奇因果跟次大幻，这两个就是奇因果是来自于那个。来自于哪里？来自那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传给那个无着，无着传给好像金钟大师吧，哦，金钟大师再传给这个阿底峡尊者。那次大幻是那个文殊菩萨传给那个那谁，好像是那个吉天菩萨嘛，吉天菩萨就传给金钟大师，所以金钟大师对他来讲很重要，啊，他金钟大师大概就在，好像是在印尼那边嘛，啊，金钟大师出生的地方是印尼，听说我的师长去那边看的时候，他那边有一部分的人对密法有在修密法哈，啊，很惊讶，我那个老师看到了很惊讶，原来就是很早的时候，那个金钟大师在那边就在那边出生嘛，在那边弘法哈。那阿底峡尊者那个渡海哈，去请法，阿底峡尊者渡法去请法，学了多少年？好像听说十二年啊，花了很长时间学这个东西啊，奇因果跟次大幻，所以这个教授很珍贵难得。那听说次大幻修一修还可以治病哈，有时候要修次大幻治病的，以前印度有一种病叫麻风病哈，这我也看过，这个病的眼睛会瞎掉哈，手掌脚掌会脱落，然后家人不敢碰，就放生了啦。这我也看过这样的人，很可怕的。听说修这个会好哈，会好。所以菩提心的利益，还有一个是治病哈，治病，消业障治病，它有很多好处，很多好处。你持咒啊，有些非人啊，你用持些咒，他走不了，你修持心悲心，他就走掉了，哎，啊，这还是法王的教授哈，法王给的教授。然后你要快速成佛，你要快速累积资粮，也是修菩提心哈，哎，那这七因果哈，就是从阿底峡尊者来的哈，
那他到了西藏之后就传这个几代传，然后传了下来。后来中国巴大师哈、哦，就得从中国巴大师来那个来讲解这些东西哈、哦。那首先是知母哈、哦，知母。这里有那个，我没办法展开就很大了哈、哦。那你觉得大家听我讲平等舍哈？哦，知母第一个要修的是平等舍，啊，平等舍。为什么要是平等舍？啊，因为我们对欢喜的人啊、贪爱啊、不欢喜的嗔心啊，事实上这个没有必要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冤亲无定啊，啊，即使最亲爱的人，他到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啊，反目成仇啊。对簿公堂啊，哦，然后死不相往来啊，啊都有，哦，很无奈嘛，哦，相反的，这个不打不相识，以前是恨得要命，后来又好得要命，哦，哎，从现实去感受这件事情呢，啊，要舍，你舍不掉，你怎么修啊？你没办法修啊，修不起来。这个家伙老是找我麻烦啊，你修不起来。那事实上就是这个东西本来它的体性，轮回的体性就是不确定的嘛，不确定。什么时候对你好，什么时候对你不好，不知道啊。哪天为了钱就翻脸了啊？为了什么翻脸？什么这个政治立场翻脸了啊？所以哈，很无奈，这是轮回的相撞啊，所以到了一个年纪就会知道啊，这个事情是真的，法师讲的是真的，团体啊，个人啊，这个没有绝对的嘛，分分合合啊，合合分分啊，不是不该要爱谁，还是要讨厌谁，没办法去做，没办法做主。就是轮回里面冤亲不定，仇敌跟亲眷都不确定，这个现世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何况轮回里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切众生都曾经过做过我们的父母亲啊，都曾经做我们的冤家，或者说亲家冤家都做过了，为什么？因为我没办法自主啊，怎么没办法自主呢？看到事情，看到对劲啊，就起一个分别。你说我可以不起分别吗？做不到。啊，对自己有好处的就啊，就贪爱；不好的就嗔。啊，那一刹那就造了业，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控制。啊，没有办法控制。这冤亲是这样来的、啊，你的业感的这个，哦，一下好，一下不好，起起伏伏，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平等。好，之前给大家讲那个十二因缘，就是这个原因呢、啊。无明缘行，一天不知道造多少这样的业，只是他还没有感果啊！啊，你继续滋润他，就有感果了。对镜的对象没有办法确定他对我好还是不好，这是没有办法确定的啊。自己内心又起个分别，你说还没有救啊？这个事情有没有结果啊？不会有结果的啊，不会有结果的，就不断的生生死死，然后一下对你好，一下不对你不好，一下亲家，一下仇家，就是这样。这讲的是轮回的现象啊，要舍，平等舍，啊，要去除内心的贪心、嗔心，啊，贪心就是我属于我的啊，属于我的贪，不属于我的嗔，这要舍去，因为这个没有意义啊，啊，这没有意义。好，这是一个第一个，啊，第二个
那众生皆是为众生皆为我的父母亲哈，前面是平等舍，后面是众生皆为母亲哈，这个知母啊，知母是一个铁门槛呢，不好修的，不好修，啊，可能要修一辈子。那有几个理路哈，理路要去了解的，有几个理路蛮重要的。啊，如果没有这个教授或理路或教授。如果没有，你怎么摸都摸不到，我认为很难，啊，很难。你说这个一切众生都是母亲，是是是，为什么是母亲呢？不知道，啊，啊。那常常听人讲，自己不了解，这个力量不强，啊，不强。那怎么看呢？看前后世，啊，之前跟他讲过了，前后世。这个我们心的相续是心哈，他是这样的，就是刚出生的生命为例哈，婴儿嘛，婴儿啊，刚出生的生命的内心啊，了解的能力就是内心这个心的体性嘛，心的能力为例啊，心能够相续心嘛哈，刹那续流存在哈。这个续流一直存在的，就是出生刚出生的那个生命啊，他的内心这个续流啊，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吗？哦，再问你啊，这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哦，来自前世，哦，来自前世。或者说，我们以我们例啊，今天的心来自哪里啊？昨天，啊，昨天还有昨天呢，啊。哦，一推到刚出生那个小婴儿哈，我们是那个小婴儿啊，刚出生那个小婴儿那个心的相续，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吗？不是，啊，为什么不是？因为心只能相续心，啊，心就明而觉知，哦，心跟物的差别在哪里？物就是这个变爱哈，执爱，就是它有方向空间，你占据一个。地方，啊，你杯子放到那个地方就不能再放杯子了嘛，啊，它有它的那个这个自爱心哈，啊，心不是啊，心是了别，啊，要从这个地方哈，啊，不断的去思维说有心吗？啊，有心吗？那物跟心的差别在哪里嘛？你这个了解越深刻，你对于前后世这个了解会比较有说服力啊哈。啊，然后会是来自脑吗？哦，脑你去推究哦，它就是神经元呐，啊，哦，神经元，然后神经元是神经细胞嘛，细胞有它的组织嘛，细胞核、细胞膜是什么？是蛋白质、水分啊，什么 DNA 什么的，哦，它终究还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哈，再分下去就是一个那个细胞核里面的 DNA， 一个 DNA 就有好几百万个那个原子啊，组合原子。我们听说脑神经有800多亿的那个脑神经哈，我们一个脑的结构就是脑神经跟血管哈，这些都物质啊。你去看都是物质啊，你去分到最后是原子啊，找到最后原子，原子里面有什么质子、中子啊、电子，有没有啊？所以毕竟它只是物啊，它跟心的体性是不一样的。好，啊，心是明而觉知，明而了知啊。那这两个要分开来，所以那个婴儿的生命哈。啊我以我们为例，好，我们刚出生那一刹那，好，那个心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吗？不会。我们要讲原因，有因有果嘛，哈，哦。种那个种苹果哈，哦，叫苹果的种子嘛，对不对？那心相续它的心相续它的东西，一定是跟它性质相同。啊，不会是从物来的，不会从脑啊。啊，那些科学家说啊，这个
这个人死了就像计算机啊电脑坏了就没了，他不了解心的特质啊，心的特质他不了解，那他可能等到他往生那一刹那他才了解他错了，他要去投胎去了。这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他说没有后世，为什么？人就像电脑一样坏了就没了啊。我们他也是有根据啊啊，这个你看开刀了哦，这个人就不是中风了，人就不能讲话，怎么样？那是粗分的心思，细分的不是啊。像有些高僧大德，他往生的时候，他的身体不坏，判脑死啊，脑死知道吗？啊，没有呼吸，没有呼吸，然后没有脑波了，脑死，身体不坏，因为他最细的心思还摄持这个色身。啊，我讲我的师长蛮多，我的师长哦，不是古代的古那个几千年前那些，最近的我遇到就七八个。我听到的，我认识的，我的师长，也是谈过话的。他往生的时候，七天，会有两个礼拜，身体不坏。哎，啊，医学是说哈，啊，怕脑死，啊，没有呼吸，啊，所以说不过去啊。人死就坏了，身体没有坏，那就最维系的心思还摄死这个色身。等到他一旦脱离这个身，他就是在那个阶段在修行，啊，所以那个达赖喇嘛说，赶快去测，用仪器去测，真的去测了哈，真的去测，也吓了一跳，那些科学家吓了一跳，啊，证明说初分的心思跟脑有关，等到这个现象没有了，脑波没有了，还有最微细的心思在，这已经得到证明了啊。有外国的很有名的科学家，脑神经科学家证明这一点，还多亏了这些修行者，像我们是一死，可能什么都也不知道了哈，还多亏这个大修行者来证明这件事情啊。我知道有七八个，所以最近才圆寂一个，他住持是比较多，一天。他说：“嗯，那就有一个征兆，一离开就会流鼻血嘛，还是之类的。所以那个时间不能动他，他在禅修啊。所以最微心的心思跟脑啊，这个色身是可以分开的啊，不是从脑来的啊。所以有前世，那从那个婴儿的前世。”就来自他的本身的心绪，就像我们昨天来自，今天是来自昨天嘛，啊，同一个心绪，啊，不会是从其他地方，你这边来不是吗？我相信我的，你相信你的，啊，所以那个婴儿，他的前世来的，啊，证明有前世，啊，我前世投胎到这边才会出生嘛，不是怎么出生，啊。他没有断，没有断表示有前世，就这样。否则你讲不通啊，你不可能说那一刻婴儿出生那一刻心思才开始生，没有因没有果啦，就讲不通了哈。就是这一个是刚出生这个婴儿为例，他的前一刹那就是他的前世来的这个心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否则你讲不通，你说从哪里来？你说他的心思从哪里来？就是从前世来的，所以这是在辩经上面有这个这一段，那个叫《四量论》里面有辩这段哈，很重要很重要。那有前后世这点基础要站得住脚，否则啊，你说没有前后世谈这些干什么？知母因恩哦，这个都没有意义了哈。前后世母亲前世。因为我们投生无数次，有无数的母亲嘛，你没有前后世，谈这个没有意义哈，没有意义。好，那这个没有前刹那，则不生后刹那，就是这个意思啊。它叫能力缘，还有它叫什么无常缘，还有能力缘。无常缘是因果哈，因果关系。
前一刹那是后一刹那的因呐、啊，后一刹那是前一刹那的果，啊，那刹那刹那相续，刹那相续是因果，因果关系，它是无常的，是变化的，是无常缘啊，啊，有为法是无常，我们要了解一下法相，有为法是无常，是刹那刹那改变的，啊，那刹那刹那就是有前一刹那后一刹那，那这个前一刹那后一刹那互为因果哈，互为因果。所以他就是说，他就是说，他就是坏灭，不无常，有为法叫坏灭嘛，哈、啊，为什么坏灭？因为因果刹那刹那生灭，因果相续，啊，刹那刹那生灭，啊，你要一定要相续嘛，啊，它叫无常，无常法跟无为法不一样，无为法是没有刹那刹那，没有所谓因果相续，不会变化，啊，它叫常法，啊，有，只要是有，就分两个，一个常法跟无常法。啊，这个法相要清楚哦，你才能够深入哦，哈，所以要学透过学习。好，那无常法，好，认定它是无常法。心绪是刹那刹那改变的嘛，哈，今天心绪好，明天今天心情好，明天心情不好，它在改变嘛，哈，或者这个智慧增长的哈，这也是改变。好，它就刹那刹那，它会有改变，它是生命，好，它是因果法。第一个确定是无常缘，第二个。心的体性只能相信相续心啊，不会是其他的啊。那要把心跟物分得清楚哈、啊。我的心绪相续我，你的心绪相续你，那不会从是其他的地方来，不会从物质来的了哈、啊，不会从脑来的。那这叫能力缘哈、啊，有两个缘。那教科书这样讲的了哈、啊，教科书这样。那所以。这次的续游来是前世，好，那我们再推啊，好，婴儿的前世，婴儿的刹那那一刹那投生，他有一个相续，他的因从他前世来的，那前世还有前世啊，前世又有前世，前世又有前世啊，那你说有没有一个开始啊？有没有一个开始？有开始就有问题了哈、啊。有人说什么有第一因哈、啊，那个是不对的。或者说什么上帝创造人类，好、哦，那上帝之前有什么？啊，那讲不清楚啊，我也没有办法找到说从哪里开始啊。我们的心的相续没办法从哪一个时段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为什么？你有一个开始，那前面呢？前面不是吗？那怎么相续它？它本身它怎么来的？讲不清楚啊！所以前面还有前面，所以找不到一个开始，找不到一个开始。啊，你说有一个，我们说有科学家有时候会异想天开啊，应该有一个从一个某一个点开始，包括物质啊，物质也不对，物质有一个大爆炸。大爆炸前面还有大爆炸，否则你那个相续你物质的那个东西没有了哈、啊，就没有因没有果啊，因缘因果讲不清楚，啊，啊，所以以佛教来看，物质的那个最基本的部分，也是从它物质本身相续的，心也是从它自己心相续来的哈、啊。那心相续就是。没有一个开始，这个讲法比较好，啊，你说怎么会没有一个开始呢？啊，那如果有一个开始，他有一个毛病了哈，我们叫观待，要观待嘛哈，要观待，一切法哈，常法无常法都要观待，你有一个开始就不观待了，啊，你说长短是观待的嘛哈，因果也是观待。有些人说因果不是观待的，好像，缘起法有两种，一个因果缘起，一个是观待缘起哈。但事实上，你说因果不是观待的话，这个问题也蛮大的哈，也蛮大的。那一切法哈都是缘起法，缘起法有两种，一个是因果缘起，一个是观待缘起，比如说长跟短呐、啊。啊，长跟短，那还有什么好坏呀、啊？
啊，那官代的嘛，有好就有坏啊，你要拿出一个标准，拿不出来啊。比如说这个人长得好看，还有长得比他更好看的啊，那标准在哪里啊？他找不到一个标准，他比较出来的。那有因就有果啊，有因就有果，有果就有因。你说是因果关代吗？你说你能说你不能因果缘起？你能说是不能说关代缘起吗？啊，这个就是一个话头了哈。这个在禅宗这边就会提到这些东西。那以秩序派来讲，可能他只许这个因果缘起啊，因果缘起。但是你有因就有果，有果就有因嘛。所以你既然有，你认定有一个开始，这个有一个开始就是他不需要靠其他的了，那就不对了哈，不需要靠其他的，不对，哎，因要靠果，果要靠因嘛，哎，那终究就是说有一个心绪是没有一个开始的，哦，没有一个开始。你找不到，你没法从那里认定说，我这辈子从这边开始，所以轮回哈，每个人轮回已经，你找不到开始无数次了，找不到上限了，找不到，找不到，那找不到上限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哈，找不到上限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轮回里面我们没有不经历的事情啊，都经历过的，啊，都经历过。所以他就说投胎啊，投生无数次，哦，你有个开始，你有开始，然后因为轮回无数次嘛，轮回无数次就有，我们说人道哈。我们看到动物是一道，我们看到的其他道可能看不太到，天道啊，三个善道、三恶道，那总的是三善，六道哈，那六道毕竟是有限嘛，那个无限的轮回，比起有限，那你说我们会不会只投生的哪一道都是人道吗？那不一定，轮回是无定的。所以有可能投到其他道、天道，或者是下三道，啊，也投生了人道。所以我们一定投生过人道，啊，不会停在哪一道，因为它是轮回是无定的。啊，那投生一次吗？因为轮回是找不到开始，啊，一次不够，无数次。这个数学，这是数学关系啊，数学关系，数学。这个是数学的那个，用数学去考量哈，就会知道哈。一个没有上限的轮回，比起一个有限的六道，它不会固定在哪一道嘛？都跟他讲轮回是无定的。好，那人道投胎，人道投生一次够吗？不够，无数次。我们投身那人道，也找不到一个上限。那人道哈，人道，我们说人道是胎生哈，有四生哈，生有四生哈，胎生啊、化生啊这些，那人道是胎生啊，除非有特别的了哈，大部分都是胎生。胎生就是有母亲啊，只要投身人道就有一个母亲。那怎么样？母亲无数个，无数个母亲呢？那母亲无数个哈，母亲无数个，那母亲是来自哪里？来自众生，啊，众生啊。我们说众生很多啊，无量无边，但是众生有限，众生比起轮回哈来讲，它还是有限的，还是有限，所以。众生，母亲来自众生，啊，那母亲无数个母亲有无数个哈，因为我们投生轮回，无数，所以母亲无数嘛，母亲没有一个上限，
那他是来自众生，那请问这两个者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这些众生是，这母亲是来自众生，而母亲又是投生，就是无数个母亲。好，我有无数的轮回，有无数的母亲，无数母亲来自众生，表示众生哈。因为没办法，大悟小悟见大悟嘛，这个有限比起一个无限。好，那母亲哈，众生成为我们的母亲哈，你说一次够不够？这是数学关系啊，不够。只要众生曾经当过我们一次母亲哈，我们就感觉就不一样了啦，知道吗？这个关系，你母亲怎么照顾我们？看想一下哈，我们的那个跑马灯跑一下，从小时候啊，这个我总结一句总结了哈，因为是讲到念恩报恩嘛，是后面讲的哈。那这边讲啊，也是可以的了，就是说无怨无悔啊，不弃不离啊，怀胎十月啊，然后生下来有三年，你不能离开母亲，离开母亲就活不下去了。那母亲睡不好啊，吃不好啊，每天吵啊，那个对不对？不弃不离。然后这怀胎的时候还要小心的保护哈，因为保护这个胎儿，然后有可能自己生命都有危险哈，然后还要想说要不要生小孩哈。生了小孩就要什么，教育啊，各方面都要考量啊哈，能不能承担？一生下来哈，前面要考量，后面要承担起来，啊，那怕你生病啊，要给你好吃，给你就是省吃俭用，就为了做儿女，你们。所以有些人哈，有些人就是以前是看了蛮多故事，就是什么，纨绔子弟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混混啊，哈，一旦结婚有了孩子就变了，变好了，或者说他有不好的习惯改掉了，为什么？为了小孩，啊，我们不太可能为了谁改变什么的，很难的，母亲可以为了小孩改变，啊，乃是说。有的人他，我这个生的真实例子啊，这个一天要抽两包烟。有人说，哎呀，你这个钱省下来给小孩子买好吃的，好啊，那，啊，听到就赶烟就戒掉了，烟不好戒的哈，所以这有时候是父亲，有时候母亲啊。我现在讲的这个父亲，其实父亲母亲都有时候父亲，有时候因为有时候父亲要照顾我们呢。其实心情是跟母亲是一样的了哈。那还有蛮多例子的啦，还有说这个，看一些视频哈，有一只熊哈，这个过马路哈，过马路，在美国不知道哪一州忘了哈，那个车子很多哈，过马路后面有三只，嘴巴叼一只，啊，过马路，他就叼那一只过去了，他想一想后面还有三只，不对，好，你把它放下又不对，他要回来，啊，最后才带那个三只慢慢就过去，所以啊，连动物都知道哈，动物都知道，啊，那不弃不离，啊，那动物为小孩牺牲的就有哎，为动物为自己小孩牺牲有这个例子有哈。像有一只松鼠还是什么，它有一只比它还大只的那个狗，要攻击它的那个小孩，哦，它就拼命跟那个母松鼠就拼命跟那个狗对抗，哦，所以不是只有人哈，所以只要有一个母亲是这样对我们，我们对众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哈，那这个要这个不要不断的要去思维，刚刚那套理路哈。这个叫教授，要不断的去思维，心才能慢慢变柔软哈，变柔软。所以
子母哈，子母在这边很重要，所以认真去思维，没有仇家的啦，都是对我们有恩的。啊，从轮回无限这一点来看，都诚心对我。那你说一次够不够？作为母亲不够，因为我们轮回无数次了，母亲没有上限，那终身有限。啊，母亲来自终身，所以这个数学是啊，母亲不止做一次。啊，终身成为母亲不是一次而已，无数次，就这样。这就是所谓的金座大师，他学了十几年，这个教授哈，将传下来。啊，一切众生如我父，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如我父如我母哈，就是这样哈一句话，但是里面有很长的这个很深深的这个道理哈，要去推敲啊，这个叫教授要去思维的。所以众生得到一个结论，众生都曾经作为自己的母亲，啊，就是这样来的。那我们说不会啊，我母亲一直做我母亲，不会，不可能，因为轮回不定，冤亲不定，啊。我说我这辈子母亲，下辈子还是我母亲，不可靠的，靠不住的。轮回的体性是它会变的，啊，它会改变。所以，因为母亲不确，母亲成为母亲这件事情，她不会一直成为母亲这一点来看的话，再加上轮回没有开始。啊，那众生有限啊，母亲成为母亲无限，这一点来看，一切众生仅仅当一次母亲都不够的啊，不够的，也是无数次。那这个要在人夜深人静的去思维啊，那稍微这个静下来哈，去想这件事情啊，这个哪一天哈，哪一天升起来的时候哈。你对佛法大概就知道了，开窍了啊！否则叫做佛说八大人觉经有没有？我们大人小孩嘛，哎，你开窍就大人了，哎，没开窍就小孩啊，还要带，慢慢带。当然，那个力量来自于母亲这一点哈，从现世的母亲去感受，这个比较强烈了哈。啊，一切众生的父母亲，好，这也是我们那感受不一定强烈。你从现世的母亲来看，他为我们这样无怨无悔啊，哦，不弃不离啊，世界上哪一个人也可以对我们这样无怨无悔、不弃不离啊？只有父母亲而已啊，找不到其他人了，啊。那这样的母亲，她没有办法，她在轮回里面无依无靠啊，怎么办？哦，刚推论的，那个之前跟他推论那个是这个轮回里面哈，有几个情况哈。第一个，烦恼没办法自主；第二个，因为有我跟我所，容易造恶业。这个烦恼没办法自主哈，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的，我说我不会堕落，我不会怎么样。你先不要讲那么早哈，你就看那个历史哈，你们24史、25史一摊开来看啊，战争都谁发动的？有权有势的人发动的，啊，那有人类有历史的来看哈，大概有26年没有，只有26年是和平的，26年，啊，所以你只要有福报，有一点什么，你就想要去更多，你就会发动战争，到现在都是哦，啊，你说我不会，啊，这是人性呐，啊，这是人性哦，只是现在我没有那个福报哦，有的话我一定这样做。我要保有这些东西，我要做更多事情。啊，那时候因为有福报哈，一动就要死很多人了。
啊，那叫恶业。然后你看二十五史里面，二十四史里面有叫历史感应统计，好，就是根据这些历史上的一些有名的人物，他们当生哈造的业，好，当生感果的那个事迹，把它记录下来，是正史哦哈，历史感应统计，这讲不完啊，讲不完。只要你在灵魂里面，你就有一天会跑到这个地方。这怎么来？积福来的。你积了有肉的福业来了，有肉就是说有烦恼，带着烦恼，带着名利，没有持戒，这个没有师长，放这个积了这些福，来世驾驭不了这些福报，驾驭不了。第三世堕落就是讲这个三世愿嘛。那二十五十二十四十摊开来看，就是人性。人性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周遭啊，我们这个周遭就知道了啊。人性二十五十二十四十就是人性，就是讲人性。好，只要我们在轮回里面，难免呐，造了善业，难免不会跑到这边来。那像很多的一些这个有名的人物啊，这个什么武则天啊，因为杀了太多人了嘛，他叫有一个叫除罪精简哈，他以为这个把他罪状写在一个金箔上面啊，然后丢到寺院里面，这个罪就可以除了，还没有那么简单哈。还有一个叫什么明成祖。他把经文刻在那个一个大钟啊，像一层楼高的大钟，一扣钟，那个经文就有功德嘛，好像可以除他的罪。这是异想天开哈，因为杀了太多人了啊。那明成祖那时候杀到最后没有人可以用了，杀到没有人可以用啊，就是人性啊，他要保有这些东西啊。所以说，只要轮回里面。我们都会经历各种情况啊，他说啊，我不会堕落的，这句话不能这样讲哈，怎么看呢？因为我每天那个贪啊、嗔啊、痴啊，一天就不知道造多少了，只是还没有干果而已啊。那第一个是无始以来哈，那个对烦恼没办法自主；第二个容易造恶业，为自己就容易造恶业；第三个。不知道错在哪里，我们说起码的业果啊，去遮那个业黑业哈，不知道怎么遮，从哪里遮都不知道，错在哪里都不知道，这个都业果没有研究哈，无从遮起啊。你说这你的业，我怎么是我的业？天哪，怎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人？业果不了解。这可以学习，慢慢认识，可以遮挡初分的可怕的那恶业，这个连这个都不知道。第四个，堕落的很难再上来了。有些人说啊，念佛，他平常可以念起来，在他生病的时候，他念不起来了。念啊，你不是平常是念可以念啊，赶快念啊，说念不起来，很痛苦，念不起来。那个时候要找医生，他念不起来。这个人道的痛苦还是小苦，堕落那个大苦啊，那个是没有间断的。没有间断的，你又为了自己，你又去造恶业，叫恶性循环嘛？你求你上得起来，上得来嘛？是一个话头哈，是一个话头。然后我们现在父母亲没有学佛，平常造很多恶业。对我这么好，结果一往生会去哪里啊？认真想了就紧张起来了哈。认真想自己会自己紧张，想到父母亲，自己会紧张啊，那个心情不一样。那你就找方法来救。那时候就进步了哈。
佛的学的佛，这个反正也无所谓啊，有学没学都没有差，不是这样的。真正学佛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是提起来的，有愿力的。你想到自己的亲人要下去，你不确定嘛，所以觉得哎有吗？那个力量升不起来。所以出离心是升起不离心的因，那在这里。好，先自己知道会堕落，再想到啊，这个也堕落，那个也堕落，不可能，不可能。我讲那个四点哈，很难很难。那这个那属于后面的这个念恩报恩呐哈，所以师母是一个关卡，这个铁门槛，铁门槛，铁门槛啊，这个。学佛有几个铁门槛呢？这不多谈了。那叫什么？师长是佛啦，还有菩提心，这个知母也是一个啊，有几个铁门槛啊？知母难，知母难哦，难。那有一个比较，就是从自己现世父母亲开始去想啊。你说轮回这个想不起来，你从现世父母亲去想。啊，他的这样一生为我们无怨无悔哈，这个我们怎么回报？请问怎么回报啊？给他好吃的好穿的，下辈子呢？去哪里呀？去天堂啊？你能确定吗？一想到这里就难，就紧张起来了。怎么办？等你会去找的时候，你就成长起来了。你学佛这条路就真正路就看到了，否则还是个小孩啊。那时候要不断的学，不断的。以前就是师长一直带我要怎么样，赶快动啊，赶快动，就是动不起来，因为没有思维起来嘛，讲一动做一动，提不起来。那个障碍了哈，有时候障碍哈，障碍也可以绕塔那这边没比较没有塔哈，绕塔真的可以，真的不错，绕塔真的很。我那时候是去试一张卡绕塔，我看到塔就绕，消了很大的业障，就有突破了哈。那是一个障碍，一个障碍。市长那我没办法，我就不想动，你思维起来，你就自己会动了。比如你在推动，你就自己动了所以这个要突破，否则会怎么样？多而成，没有动机提测你啊！随着自己那个暖暖习气，想享受那一份清净什么是最清净、最快乐的？入那个定，二乘玄入定就是这样来的。好了，不动了，按照化成暂时的。这一想成习气，那障碍就很大了。在你还没有养成习之前，有师长跟你提车啊，赶快动，赶快动，赶快修知母，然后这个最主要是修菩提心，其他的是次要的都是帮忙的，你现在嘱咐都搞不清楚，乱就乱修一通，就是没有师长嘛。好，乱云通修的定，每天单做那个定，一单做就完了。喜欢做事，他做是不是为了利他啊？只是喜欢而已啊，为了做事而做事啊，这都不是啊，要利益众生，一切都是母亲把他扛责任扛起来，我来做，这才是。其他都不是，其他的种种理由相似都不是，你就空性，你原来那空的那个境界里面，与世无争啊，你就逃避掉了嘛，脱离现实，要以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动机摄持这个空性的智慧，这个才是，这两个互相帮忙不是没有关系的。空心又加深你的那个处理，
好，要是要升起那个悲心，否则你分开了哈，很抱歉，原来空空洞洞的那个地方，哎呀，很这与这个跟现实脱离了，好像没有关系的，那就修错了，修错了，啊，那二乘就原来空的定里面呢，啊，修错了，所以没有人跟我们讲，不知道怎么修啊。一修自修是修自己喜欢的那个东西哈，看书没有目的的看书啊，就是喜欢看啊，这个不是哦，跟你菩提心结合，这个才是啊。我看书是为了这个增长我的智慧啊，增长我的悲心啊，快点圆满这个菩提道啊，念佛也一样啊啊，去净土也是这个道理啊哈。为了众一切众生的这个一切都是母亲，我这份责任，我要来做，所以要赶快去净土，赶快成佛。好，有些人说留了秽土，有师长带啊，说快一点哈，心力比较强啊，快一点可以啊，哎，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原来没有菩提心摄持，你证了空性，得到罗汉，好，那个障碍就来了。那个叫《法华经》上面讲的障碍，就讲过了哈。就说这个，因为他没有烦恼了嘛。我们的平常要入到个时间要入睡啊，那是烦恼哈。那时候他没有烦恼，在入定，就入定了。一出定什么时候不知道。他就算入定、出定、入定，因为他的那个大悲还没有升起来啊，把一切众生承担起来，那个还没有升起来，这个习气把它拖进去，又起出来，变成障碍。然后比他差的那些以前根本不懂佛法的那些以前那些曾经是他的父母期的那些众生，好，慢慢从上面去起来了，好，慢慢学习佛法成佛了，他还在那个地方。拖拖拉拉的，就是这样。这我师长跟我教授了，给我的教授。好，我说障碍在哪里？我想了七年，没有想懂，没有想通。他说就是这样，你就会入那个定啊，又出那个定啊，动不动就是入那个定。就像我们现在喜欢学了佛啊，没有特别的那个啊，就那份宁静啊，就是这样。这个不是，不完全是的哈。所以，这个总的哈修学的这个东西要了解啊，要了解。那有了菩提心摄持的这个空性的智慧，能够断除所知障，否则没有办法断除所知障。以二乘为以阿罗汉为例，他断除了烦恼障，他还没有圆满啊。佛有十八共法哈。以前那个穆建莲啊，他的那个母亲啊，都要在恶鬼道啊，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救不起来。佛知道说什么是佛会怎么样？知道时间，知道方法啊，不会超时间，不会提前，不会落后，了知一切啊。所以就是因为没有断除所知障啊，没有圆满佛果。只怕少分的利益，等到大家起身在走大乘的时候就变成障碍了哈。所以七因果，好，七因果，那再来谈念恩哈。那之前讲啊，这个念恩在哪里？第二个啊，念恩。好，我们现在以现在母亲来看哈，这母亲养育的恩德哈。要想他怎么样养育我们哈啊，这个观世叫我们吃饭哈，我们叫一个人去吃饭呢，叫了几次就去嫌烦了，他啊，今天哪月叫我们吃饭了？吃饭了啊，他不嫌烦了哈，啊，要吃好睡好啊，要吃得保暖啊，那讲我们说好烦呐哈，要是我们母亲会这样爱护我们嘛，对不对？你说谁能够这样做啊？没有人啊，
找不到的，找不到这样的人哈。所以想着这个母亲的养育的恩德，然后即使虫鸟禽兽也懂得舍命照顾子女，好，这个例子蛮多的啦，例子蛮多的。以前有个母象啊，看到小象掉到泥淖里面去救，就这样视频了，去救母象，去救小象，结果他自己陷进去了，结果用那个什么什么吊车把它吊起来，死掉了，小象活起来了。还有什么小象触电，母象去救，被电死了啊，这很多例子啊。嗯，那有的人就不用讲了，那例子就很多了哈。然后报恩，好，报恩，即使世俗人也会报恩哈。强的母亲对我们的恩德哈，想要报恩。那轮回有漏，轮回是有漏的啦，啊，求你怎么报恩呐、啊？我们现在有一个所谓的首富哈，首富，世界有首富嘛？你说那个金山银山可以换得来世得人生啊，他连自己都换不到、哦，他不知道黑夜白夜不一点都不清楚，照什么月都不知道，啊，那个金山银山去换那个来生得人生得侠门啊，得不到哎，你怎么报恩呢、啊？请问你？我说跟他讲得人生哈难啊。第一个，十二月去得人生要那个前面要讲前面，出离心都没有讲到，得人生要断十二，啊，至少要守一样。人生呢，我说人好多啊，像七十一啊，得人生不是侠满哦，侠满要讲他的环境，有佛法，有人讲佛法，法没有断，从佛到善知识，这个法没有断，有人讲法，还有人发心护持。这才是侠满啊、哦！你看那个非洲有没有？没有啊！啊，他守了一，他守了一样，得到人生不够，要全部守护才能得侠满人生，难不难？啊，你说首富可以做到吗？做不到。他就放纵那个纸醉金迷啊，反正他要怎么样是怎么样啊，财大气粗啊，他有钱又怎么样？得不到，有钱得多，金山银山换不到侠满，啊、哦，换不到侠满，他也不知道什么是恶业黑业，他不知道。巧取豪夺是善业吗？不是啊，不是。你看哈、哦，你看那个有钱人，他的果报是什么果报？钱斗，小孩来讨债，要钱的，他上辈子结的缘了哈。我说其他人要跟他拼，这个怎么讲？竞争，哦，有竞争对手，哦，那这我不是商人，我不知道哈。就这个在商言商嘛，啊。什么并购啊、销价、啊、那流血这个，流血这个销价竞争啊，然后是很无情的啦。好，那这样巧取豪夺，什么回报？回报到自己子女，啊，他来讨债，你的钱哈、啊，他不费一丝，他没有费一点力气，全部就接收过去了。你说这些人怎么来的？怎么来的？身处那个不叫政治，啊，斗争，那生意人的另外一种形态啊。现在政治跟政商现在很近的了哈，你没有政治就没有商业，那更复杂哦。
所以他要保持善业正念是很难的啊。他的果报哈，哦，就怎么讲？你就奇怪，这样一个富豪，他几代就生出一个败家子，觉得奇怪，怎么一个败家子？啊，这可能他跟他前世巧取豪夺有关系，啊。如果你常常看那个英国故事，你会哎，这是不是他前世造的哈？怎么他对他特别好哦？类似这种情况。所以啊，那个现在在所有的社会上最顶端这些人都没办法得到侠门了，何况自己的父母亲啊？啊，何况自己的父母亲，那怎么办？啊，我们说个劝他念佛啊，很好啊，可以。对，劝念佛去净土很好。啊，这也是个方法了哈，这个方法。像我这劝我母亲赶快念佛，一天至少念十句啊，念完再去睡觉。我们现在可以学那么多佛法哈，已经很庆幸了。然后我父母亲，我的母亲只能是念十句，什么都不知道，念完就去睡觉了。哎，好，所以报恩好。要报恩，这是很自然的嘛。念恩在报恩，世俗人也报恩啊。那轮回是有漏的。我说就是问说大家怎么报恩啊？这个现世的衣食啊，哈，那再来呢？父母亲往生的时候呢，再来呢？前面那个四个要点啊。很容易堕落嘛，那再来呢？你想到对我们这辈子这么照顾的这样的父母亲，结果下辈子这个样子的话，不会急吗？啊，先不要想那么多，你终身是什么父母亲什么的啊，这先不要想，想这辈子父母亲怎么办？哎，是这样。好，所以。轮回是有漏的，啊，这些外在的这些都是有漏的，啊，最重要的是他来世，啊，那以长远来看呢，啊，那如果还在轮回里面，还会引发痛苦嘛，啊，还会引发痛苦。那希望能够给予他无漏的安乐，啊，无漏的安乐，报恩呢，是希望他成佛啦，啊。为利众生愿成佛，哦，自己要成佛，也带众生成佛。那愿意持，这个就愿意持哈，那个第一二三是第四个的哈。产生珍惜的想法哈，用这个如母亲对待独子啊，这讲的是说，看待一切众生啊，哦，这个一切众生都确定自己父母母亲的时候，好，哦，要想要去念恩报恩，要看到要很欢喜啊，哦，就这个意思，要珍惜的想法，哦，要珍惜的，就像母亲对待独子，啊，哦，产生这样容易产生大悲哈，后面就有大悲了哈，哦。那众生受轮回苦的逼迫哈。哦大悲就是说脱离从轮回中脱离这个痛苦啊，痛苦的逼迫，主要讲的是行苦哈，烦恼业跟烦恼的力量哈，业跟烦恼的力量，这是所谓轮回的逼迫，是讲这个东西。业跟烦恼的控制，好，我们不享受行苦的逼迫啊，主要还是业跟烦恼的力量哈。刚刚讲了这个业来了，这个你下一秒下一刻的业怎么样来不知道，会发生不知道，明天发生不知道，这业力啊，啊，而且面对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想法，好坏就升起好跟坏，又继续造业，哦，这叫做业力烦恼的逼迫，就讲这个东西，只是他没有感果，有一天他会感果的，啊。那不享受辛苦的逼迫，哦，就是讲这个，产生不忍之心，啊，
就是看待一众生受这个业跟烦恼的逼迫，最后结果是什么？三恶道。啊，到时候每天都要看一下三恶道，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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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王殿啊，那画那些什么，那跟我没有关啊。我讲那四个要点啊，最后结果是上就下去了，很难不下去的。好，你就看那些苦哦，什么八冷八热啊，那也八也无间嘛，八冷还恶鬼道，这个畜生道，真的你的苦去看，什么苦什么苦什么苦，然后去怎么想呢？去看去加护病房看，啊，就看到这个加护病房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地狱的苦哈，类比了哈，哎，然后。有时候在看那个地狱的苦哈，以前觉得好远了，现在感觉有点近了哈。然后这个以前那个八仙乐园呐，你看，大家没印象？几年前，那个一群人在那边欢乐嘛，撒什么粉啊？你看，哎，然后一个打火机点，他也是拍嘛，里面房间的人哈。跑不出去，整个通红，有没有？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这差不多是地狱的苦，差不多是这样的，嗯，很可怕哈、哦。没有地方跑出去，啊，都是火，因为那个粉尘啊，因为到处都是嘛，那一把火，全部就点燃了，在烧，跑啊跑啊，叫啊，哭哭啊。之后哈、哦，那个苦更是很可怕的，那个什么什么百分之几的灼伤哈、哦，啊，那个听说烧伤苦那个排名的最痛的那个苦哈、哦，生产是一个了，灼那个烧伤是排第一哦，好像排第一啊、哦，哎。痛苦的那个程度排第一啊，那是没办法忍受的啊。那之后的复健啊这些，然后地狱怎么样？地狱是无间，哦，无间，他死了又生，是受苦又死又再死又活起来，啊，叫他的名字他又醒来了，这不可思议哈，业力不可思议。所以就想哦，这个怎么去类比？就是这样类比哈、哦。那就求三宝啊，想这苦就要求三宝了哈、啊。那如果是自己的父母亲，就升起大悲哦，升起大悲。主要你说业力、业惑、烦恼的控制，那又怎么样呢？问题是会堕落啊，会堕落、啊。前面讲的那四个要点会堕落，到最后会堕落的。去好好看那个二十四史，啊，有一次我们会跑到那边去，嗯，因为福报大，一个命令下去死一票人。这以前都干过了的，我们轮回中什么事情都做过了，嗯，这不是新鲜事啊。好像离我很远啊，不是啊，这是人性。哪一天哈、哦，你飞黄腾达了，你还会来听经吗？你去买房子，你去交际，去干什么？有没有？这是人性嘛？你去保有这些东西，保有就是造很多恶业，都同样的道理啊！啊，保有那个权位，很容易的。好，再增上一的。陈上一的大家不太清楚啊，大悲心不断串习，但众生想要离苦的离苦，这点事情我来承担，不是丢给佛菩萨，你们这佛菩萨，因为曾经当过我的母亲呢、啊，啊、哦，跟我的业缘最近呢、啊，啊、哦，这件我来承担啊、哦，叫陈上一的，那最后发起菩提心。你说我现在有没有能力啊？没有能力，我要成佛，啊、哦，自力没有圆满，
不是自私自利啊，就是说我的能力还不够，要什么情况才能够把一切众生救起来成佛？为利益众生，愿成佛啊，就是这样来的啊。动机是为了众生，愿成佛啊。我一个人哈、啊，讲了半天，一个人都讲不动了啊。成佛就快一点嘛啊，这个各方面都圆满了，一讲啊，众生就带起来啊。那在轮回里面那些逼迫，我也还在逼，我还受这个逼迫啊，所以要赶快成佛啊，自己要圆满啊，要把众生带起来，就是这样发离菩提心。谁有能力让众生离苦啊？佛陀。啊，佛陀断除了，佛陀过失，所有的过失断除了，一切功德圆满。佛陀的意义就是讲这个断除了一切过失，啊，圆满一切功德，啊，这是佛陀。啊，我们还有过失啊，我们功德还不圆满，所以要成佛。啊，所以我要得到圆满的佛果这件事情，啊，而且我有一个愿力，做事任何事情都是这个愿力来的，啊。那就有七个哈，从前面这样一直下来，慈母念恩报恩哈，慈母念恩报恩，愿意持大悲心、真善意的菩提心哈，为利益众生愿成佛哈。为什么成佛？就是原因来的，啊，就是这原因来的。那这是属于轻果哈，轻果。那其实简单的比较容易的哈，就是这个思维一下自己的母亲、父母亲，有些是跟父亲比较，与母亲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哈，比较有养育之恩呐、啊，有生育之恩，没有养育之恩嘛。有些你可以把父亲那一样嘛，有些父亲也是对我们恩德很大哈，也是这样的。父亲或母亲都可以想，啊，你说这辈子的母亲对我不好，哦，那不会每辈子都是母亲对你不好啊，不会啊，哎，就这辈子因为业力的关系，让我跟母亲有这个违缘，不会每一生都是这样吗？不会，因为以人性来看，这个母亲照顾子女这件事情，天经地义的事情，连动物都是这样，好，从那边去想。那从母亲想不清楚，那从父亲开始想，啊，父亲怎么照顾我们？啊，慢慢去想这件事情，然后佛法越学越深的时候，你发现说，我会堕落，我的父母亲也会堕落啊，那怎么办？啊，这佛法才有可能进，为了别人这件事情才有可能发生，否则不会发生的，嗯，不会发生的。动不了，自己动不了，啊，这个就是从最浅显的地方去学习佛法哈，慢慢去增上哈，这些东西你才会看懂，哦，很多东西才会看懂，智慧才会开显，啊，这很重要哈，然后你会净除很大的罪障。最好最让尽最极致的就是发菩提心了。你刹那发菩提心，千劫的那个恶业啊，刹那就尽除掉了。为什么？因为所有恶业都是为了自己来的，哪一样不是为了自己来的？哪什么时候为过别人呢？所以恶业是为自己而来的。那你发了菩提心，为了别人，刹那间就这恶业就消失了啊！这个千年暗示啊，这个一个火打火机一打就亮了，那啊不是说慢慢来，瞬间就亮了啊！这菩提心的力量啊！像很多人啊，修行没有成就啊，这个我听到很多教授，菩提心修起来了，哇，成就什么成就都有。乃至可以治病，摸一摸你的头，好了，摸好了，嗯，好，这真确真万确的事情呢，
那自己的师长啊，哇，这个他不是现神通啦，就是要摄持众生，让他起信心啊。他来看病，以前常师傅也来看病，中医会把脉嘛。我现在才知道那个中医和把脉好厉害啊！我没有讲的东西，他把脉都把得出来啊。比如我这个开过刀，哎，他说，你的某个地方有开有怎么样怎么样，很厉害呢。他会知道你有没有修行哦，哈，再把一把，你修行到哪里？我们有时候很怕那个医生啊，把你有什么烦恼啊，他把一把就知道。然后那个师长啊，常师傅，哎，他生病了。然后给他把脉，看起来是有病啊。他说：“师长说，等一下，你等一下，我去房间，啊，再出来一把，哎，没病呢。他的脉可以动，哎，我们医生哈、哦，脉是大概就是这样的啊。有几种情况呢，就是你真正发起菩提心。”啊，你真正发起菩提心哈，哎、欸，你的脉会动，或者相似的了哈，真心，但是会掉啊哈，掉了又会变成平常凡夫一样，病恹恹的啦，又是那个也是这个，啊，看那个不对，看这个不对，你那个发起来看人家不会看不会说这个不对，就是欢喜，啊，所以你真正发起菩提心。你当下就快乐就欢喜了，你的病也差不多好了。病是来自自己啊，我没有说发起菩提心，但是这个经验我有一点，你真的相信这个东西？你看人啊，哇，怎么看跟怎么可爱，我怎么看怎么讨厌，讨厌你不是虐待自己吗？就虐待自己啊，你就会生病了、啊。你看什么都可以，你怎么生病不会生病？所以那个时候哦，一把脉哦，那你这个你们师父没有病，你们才有病哈，他是这样。所以他就是师长有菩提心哈、哦。通常这个脉很难转动的哈、哦，哎，如果有学中医，我认为很难转动。哎，你修菩提心会动哦，会动。也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好，所以它有很多利益，好，包括你要健康，你要开心，好，你要快速成佛，那发菩提心就对了，啊，你要不堕落，堕落的人很快上来，菩提心还是菩提心，啊，好，今天讲到这里好了哈，我们回向。